会当讲外港的听众也非常出名，就是咱的一品茶，台地喜冰茶。今仔日呢，咱的喜冰茶呢，带着一支成都大金鱼啊，上盖吉祥的超级大金龙啊。各位会当看到是咱的福气，因为今仔日呢，今年是龙年，看到这位36捷龙啊，祝福大家龙来富贵啊，龙来新装啊，龙来新装，龙来富贵，下面呢，咱会当抓富抓贵，大富大利啊。这个场面只有国庆表演才看得到哦。36捷龙啊，
非常不简单啊，气势磅礴。